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四班千二短途赛准备24蚊添啊，八路七路39蚊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大外档咧有呢只咧就大家关心啦，中间咧竞走王一路顶住佢，再见到中档咧灰马仲有吉祥啦，内栏恩皮仔出闸亦都相当爽噶。再见到第五位外边咧，仲见到个马匹有呢只人强马劲啊。咁啊再内栏位置啦，先见到有呢只就大步复星啊。后边嘅马超凡梦想内栏出边咧蓝白格仔衫啊赤壁武士啊，尾四日月光华，咁啊尾三咧就乐趣。尾二糖之豆包咗落尾龙城动力啊，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带咗出嚟内栏有恩皮仔啊，咁啊跟前啲跑竞走王啊，再见到第三位嘅马有灰马吉祥啦，出边咧仲有大家关心啊，后边第五位内栏咧就超凡梦想，中间乐趣啦，后边咧仲有赤壁武士出边追噶啦，后边嘅马仲有日月光华涉内栏乐趣嗰啲马，斗到嚟最后300到啦，恩皮仔喺内栏斗紧佢有竞走王啊，再见到后边咧仲有吉祥啦，中间追紧咧就超凡梦想啊，响外边赤壁武士亦都上紧嚟，中档位置仲有人强马劲啊，最后200米内栏恩皮仔中间斗紧有竞走王，再见到中档吉祥上紧，外边咧仲有超凡梦想同埋人强马劲，最后100米恩皮仔内栏占先，中间有吉祥同埋外边人强马劲，入边咧就系呢个竞走王近嘅呢个第二啊，咁啊结果咧就恩皮仔咧喺埋边就一路占先嘅，全条直路佢都一路系领先紧，数出嚟黄衫咧就系竞走王，灰马系吉祥，最出咧仲有一只人强马劲，个终点嗰下都好近噶。伟达喺闸前打小圈，呢一次抢出嚟带头跑添啊，一放到底啊，人强马劲。再进步啲啦，跑个第二，竞走王第三，吉祥跑第四嘅，大热门赤壁武士又冇咗啦。系啊，见佢早段都比较落后啲嘅，哇，好犀利喎！见到人强马劲，拉屎嗰度追上嚟，又谂住过得啊，但系伟达都仲顶得住。有条烂啊！你见佢侧起个头都唔怕内闪啊！嗯，打下圈啊，咁就今日赢咗。哇，嗰只人强马劲上次。叫做99倍跑嘅第三啦，今日继续咧都系冷噶、哦，睇下你会较为认啊中意边一只马啦。咁啊，第八场赛事嘅长途赛 A 就系赢得 ，B 就系旅游名牌 ，C 就系桃花心 ，D 就系威风猛将。啊，究竟边一只马可以胜出呢？你都可以投票啦，上嚟。用一个好主动嘅跑法啦，啲长征跟皮仔，系啊，打完圈真系早段真系谂住佢都系跟前啲啊，原来可以放埋头，咁放埋头真系点闪都唔怕啦。乜大热门？拉住条栏，大热门嘅赤壁武士，我见阿莱拉早段就唔系话好立心话要点样逼佢，但系跟住到跑跑下可能。百零米開始就覺得，唔係路喎，我走三點，跟住開始又騎，跟住裏面有一隻馬又頂住咗個內欄，咁啊結果佢自己就要喺個三碟嗰度。陣間都可以睇下點解早段可能佢都唔係話好立心，要搶得太主動，反而偉大今日呢個一檔咧，亦都係把得好好。偉大會唔會臨尾都嚇？呢輪其實真係跑得好嗰啲馬。你加入翻去争足呢个冠军骑师咧？嗱，一档，我而家影唔到佢。嗱，你睇下伟达都系咁俾噶，但系莫雷拉咧呢度咧，见佢都定住嘅啫。啱啊，上次抢啊，效果唔好咪定咯今次。但系嗱，呢开始骑啦，莫雷拉又即系发现你埋唔到去，咁啊开始骑起几步。想骑几步少咗二碟，但系佢又冇速度啊。咪顶住三碟咯，系啊，好惨啊，变咗制约同上次一样，系啊，都系三碟。咁前边咧放出嚟恩皮仔拍住开边嗰只竞走王，两只都即系用一个比较主动啲嘅跑法啦。恩皮仔有条栏啊，好跑好多啦，你冇得闪啊嘛。系啊，就系话谂住有一定有栏啦，不过估唔到直头放头添。你话如果你博士，你攞到仲要好辛苦抽出嚟过一只啊，你梗系唔使做呢个动作，所以跑得好顺啊。仲有人强马劲咧，中间嗰度。同上一次咁啦，一样系追得好啊！呢只马隔篱就系同个超凡梦想，不得不去啊！真系慢啲咧，你真系又要称过你一年开面龙城动力都唔系输好远嘅啫，成排一齐咁翻。系啊，幅
榜完毕啦，派彩作实，跑第一名四号恩皮仔嘅独赢派61蚊，位置派20蚊；跑第二名10号人强马劲嘅位置派46蚊；跑第三名二号劲走王位置派37蚊；连赢位四搭十派432蚊；三红彩四号、十号、二号派4331蚊；单T派767蚊。